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发起的为期三天的罢工。这次罢工主要是为了争取提高薪资和增加年假。工会警告，如果需求未得到满足，将会进一步升级行动。虽然分析师认为这次罢工对三星的生产影响有限，但工会表示参与率并不低。三星公司目前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而工会则强调公司现有的奖金制度不公平。 三星在应对人工智能应用芯片竞争的同时，还面临着员工忠诚度下降的问题。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三星工会掀起风暴，三天罢工背后的诉求与挑战。在韩国三星电子华城总部的周围，聚集了上千名工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盼的情绪。这一切源于全国三星电子工会 （NSEU） 发起的为期三天的罢工，旨在要求公司提高薪资并增加一天的年假。 根据 Yahoo US 的报道，这次罢工有约六千五百四十名工人参加，主要集中在制造和产品开发部门，占该公司韩国员工总数的约百分之二十四。然而，这次行动是否能对全球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产生重大的影响仍然成疑。路透社的分析师指出，由于参与率低和生产自动化，这次罢工对三星的产量不太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上个月，工会曾通过协调年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罢工，但三星表示那次行动对业务活动没有任何影响。工会主席孙雨沐对媒体报道的低参与率表示异议，强调工会成立仅五年，尚未有足够的时间来教育基层成员。孙雨沐告诉路透社，对工会成员和员工的工会教育还不够，但我不认为这次参与率低，因为我们的工会相比其他工会还很年轻。 在这次罢工的背景下，高级工会领袖李贤国上周明确表示，如果需求未被听取，将可能会有另一轮罢工。工会官员批评公司的奖金制度不公平，认为其计算方式通过从营业利润中扣除资本成本来达到，对工人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罢工并非偶然。自从三星在二零二零年承诺停止阻止组织化劳动力的增长以来，工会会员数量有所增加。 这种增长反映了员工忠诚度的下降，也对公司在应对人工智能 （AI） 应用芯片竞争时构成了新的挑战。分析师指出，这次罢工揭示了三星面临的内外夹击压力，迫使公司不得不在生产效率与劳工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上周五，三星预计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将增长超过十五倍，主要得益于 AI 热潮推动的半导体价格反弹。 然而，其股价表现仍落后于国内芯片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截至周一中午，三星股价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此前在交易时段早些时候曾上涨百分之一点七二，达到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这次罢工为三星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人的抗议声音，也是一个深思公司内部管理与员工关系的重要时刻。 虽然工会的行动看似微小，但其背后的诉求却是每一个工人心中长期积压的不满与期望。孙雨木强调，这些诉求不仅仅是为了当下的利益，更是希望未来的工作环境能够更加公平和合理。在这场工人和管理层的拉锯战中，三星需要审视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当下的罢工，更需要重新评估其奖金制度和薪资结构，从而避免未来再次爆发类似的工业行动。 另一方面，这次罢工也让外界看到了三星内部工会力量的逐渐壮大。这对于一个曾经极力阻止工会组织的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工会的声音在华城的空气中回荡，这不仅是一场对薪酬和年假的抗争，更是对工人基本权益的争取。对于一个科技巨头来说，如何在追求创新和利润的同时，平衡好员工的需求，无疑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挑战。 而这次罢工或许只是这场挑战中的一个开端。三星的管理层目前尚未对这次罢工发表任何评论，但工会的声音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路透社补充报道指出，这次罢工的影响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限，但其长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三星需要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更多挑战。 总结来看，三星这次的工会罢工行动，无论对于工人还是公司本身，都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科技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有效的管理内部工会，如何在保障员工权益的同时保持企业竞争力，都是三星需要深思和解决的问题。这场工人与资方的博弈，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更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铺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韩国三星电子的工人于周一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主要诉求包括提高薪资和增加一天的年假。这次罢工由全国三星电子工会 （NSU） 发起，该工会拥有约三万名成员，占公司韩国员工总数的约百分之二十四。工会警告，如果诉求未被满足，将进一步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分析师认为此次罢工对全球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的产量影响有限，原因在于参与率低和自动化生产的普及。上个月，工会进行了首次工业行动，通过协调年假达成了大规模罢工，但三星表示这次行动对业务活动没有影响。针对周一的罢工，公司拒绝发表评论。 工会表示，本周有六千五百四十名工人参加罢工，主要集中在制造和产品开发部门。周一，工人们在首尔南部的华城三星总部附近大规模集会。工会主席孙雨木对低参与率的报道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成立仅五年的新兴工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教育基层工会成员。他强调，虽然工会教育还不够，但参与率并不算低，因为工会相对年轻。 上周，高级工会领袖李贤国表示，如果需求未被听取，可能会进行另一轮罢工。工会官员批评公司的奖金制度不公平，因为他通过从营业利润中扣除资本成本来计算。自二零二零年三星承诺停止阻止组织化劳动力的增长以来，工会会员数量有所增加。 分析师指出，这种增长显示了员工忠诚度的下降，同时这也在公司应对人工智能 （AI） 应用芯片竞争时成为另一个头痛问题。上周五，三星预计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将增长超过十五倍，因为 AI 热潮推动的半导体价格反弹，使得收益从一年前的低比较基数中大幅提升。尽管如此，其股价表现。 落后于国内芯片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截至周一中午，其股价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此前在交易时段早些时候，曾上涨百分之一点七二，达到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上周，由于第二季度初步收益高于预期，其股价上涨了百分之六点九。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这次三星工会罢工是正当的，工人们的需求是提高薪资和增加年假，这不是过分要求。在三星这样一个全球科技巨头，工人们为公司的巨大成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提高薪资和增加年假将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难道三星真要让员工成为现代版的农奴吗？楚天舒，你太天真了。三星的工会罢工在这个自动化和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根本不具威胁。你知道吗？根据最新数据，自动化已经使得许多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变得可有可无。 三星完全可以用机器人来替代这些罢工的工人，难道要让公司因为这些工人而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吗？谢琪琪，你这话真是冷酷无情。三星的工人们不是机器，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家庭，有梦想。你是否知道，根据韩国劳工部的数据，三星这些年来的利润增长了不少，但工人的薪资却没有相应提高。 这种情况下，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和增加年假是非常合理的。像三星这样的巨头，不应该只顾着利润而忽视工人的基本权益。再说了，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大企业的成功都是由基层员工的努力所奠基的，不是吗？楚天舒，你别说的那么高尚，现实是，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盈利，而不是搞慈善。 三星的成功是源于其高效的管理和前沿的技术创新，而不是工人的情感投入。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报道，三星的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薪资和福利方面也没有特别优待员工，但其业绩却非常出色。工会这样的行动只会让公司失去竞争力，最终对员工和公司都是两败俱伤。谢琪琪，你这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企业盈利和员工福利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美国公司 Costc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Costco 的员工薪资和福利在零售业中名列前茅，结果他们的员工忠诚度非常高，公司业绩也稳步上升。三星如果真的想要长远的成功，应该学习这些良好的经验，而不是一味地压榨员工。要知道，社会的和谐和企业的长久发展。 离不开公平和正义。楚天舒，你的理想主义还真是让人无语。现实中的企业可不是童话世界，Costco 那种模式在科技产业完全不可行。如果三星真的在这个时候妥协，这将开创一个极坏的先例，其他部门的工人会群起效仿，最终导致整个公司的管理混乱。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三星目前正积极应对 AI 芯片市场的竞争，这是公司未来的命脉。工会在这个时候闹事，无异于自毁长城。真想对你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这次三星电子工人的罢工，让我不禁想起了一部韩剧《工会之战：工人们的逆袭》。这部剧情扣人心弦，工人们要提高薪资，还要求多一天年假，真是既现实又梦幻。拥有三万名成员的全国三星电子工会 （NSEU） 占总员工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简直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次罢工也是声势浩大。 然而，这次罢工的参与率似乎有点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分析师普遍认为，这场罢工不会对全球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产量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自动化生产已经帮了大忙。工会主席孙雨木倒是挺自信，他说工会还年轻，成员教育不够，但参与率其实不低。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青春期的偶像组合，总是充满热情，但偶尔也会有点迷茫。不过，这次罢工在首尔南部的华城三星总部附近举行的大规模集会，还是吸引了不少目光。工会的诉求也不仅仅是薪资和年假，还有对公司奖金制度的不满，认为这套制度完全就是送你一顶大帽子，还得你自己买单。 三星自2020年承诺不再干预工会组织以来，工会会员数量有所增长，但这也显示了员工忠诚度的下降。这对正在 AI 应用芯片竞争中努力奋斗的三星来说，无疑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就像是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球员们开始怀疑教练的战术，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上周五，三星预计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将增长超过十五倍，这完全是因为 AI 热潮推动的半导体价格反弹。不过，三星的股价表现还是落后于 SK 海力士，这就像是你考试成绩提高了，但还是没能超过班上的尖子生，总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周一中午。 三星的股价虽然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但早些时候曾上涨百分之一点七二，达到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这让人感觉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总的来说，这次三星工会的罢工虽然声势浩大，但实际影响有限。工会的诉求和公司的回应之间的博弈，让我们看到了劳资关系中的复杂性。 三星在应对这次挑战时，不仅要考虑短期的经济利益，还需要关注长期的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只有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场罢工具未来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